好，嚟到第六節啦，咁啊，即係尋日同今日啦，咁都揀咗一啲即係英倫風俾大家去聽下啦。咁啊，尋日就係啦，咁啊 ，White is always win on me， 咁啊 ，Travis 都係我即係以前啊，甚至喺英國嘅年代啊嘛，咁啊都好中意嘅即係樂隊啦。咁啊，今日即係就 Oasis 啊嘛 ，Don't look back in anger， I heard you say， 咁啊都係即係咁啊讀書佢年代好中意咁啊。聽的歌甚至呢首有時我細細個啊，咁啊當失戀的時候啊，咁啊等等啊，咁啊都會聽到好有感覺添。咁啊今日啊嘛會繼續啊嘛最尾呢節啊，其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我呢輪嘅啤梨晚報的安排。咁啊尋晚咁啊就其實係揾咗一啲香港的活字典啊、活歷史啊，即係佢個人就根本就係佢啲故事、佢啲經歷就是香港歷史。咁啊先有啊即係阿軍火佬。話喺香港坐過唔同嘅九個嘅收押所，或者咁啊，即係監倉，講翻佢入邊嗰啲嘢。咁啊，揾阿蘭姐講下佢即係做咗70年代，去到90年代，甚至去過澳門做過7年啦。咁啊，做媽咪喺呢啲色情場所咁啊，嗰啲即係變化歷史，或甚至點樣逼良為娼。咁我都覺得其實呢幾節係特別係希望大家聽。咁啊，今日譬如咁啊，同阿大肥咁啊，都會講下一啲嘅即係。香港網絡生態啦，同房中亦都係講網絡生態，不過就由講政治講時事評論嘅，咁啊就去到咁啊係講咁啊即係體育啦、足球啦嚇，咁啊頭先尾二嗰節即係第五節咁啊係即係講下波啦嚇，咁希望即係咁啊即係大家會覺得有時都多元化啦，咁啊頭兩節就一定講新聞，咁啊下個禮拜都會係有唔同嘅佢安排嘅，即係嚟緊呢即係兩個零星期啊，希望大家就即係。可以多啲去即係試下佢睇啦，咁啊對啲嘉賓都可以留下多啲言啊，去即係佢支持一下。好啦，咁啊去到今日咁啊呢節咁啊都繼續啦，咁啊就即係咁啊康正由日本嗱，康正由日本雖然大家未必咁有興趣啊，咁啊但係咁啊都繼續講下。嗱，尋日就講咗日本東北三大祭典，咁啊即係其中一個咁啊秋田咁啊即係江燈祭，唔知道大家啊咁啊想唔想去秋田睇啲美女啦？今日就另外一個我。自己最中意嘅東北三大祭典入邊啊，咁啊就清心睡魔祭，咁啊甚至係可以叫做係即係日本啊，咁啊都係八月頭嘅，咁啊清心其實唔止，咁啊即係清心寺有睡魔祭，即係清心縣嘅清心寺有睡魔祭，譬如其他雲前啊等等咁啊都有睡魔祭嘅，咁啊全部都係咁啊八月頭咧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可以夾到佢時間咧，可能即係咁啊，八月頭玩清心去曬佢啲睡魔祭，咁啊幾個都唔同。咁啊，我哋不如咁啊播下佢啲相啊，佢嗰啲片啦。咁雖然我去都係即係幾年前噶啦嚇。咁啊，清心寺嗰個睡魔祭直頭啊，咁啊係即係被譽為啊東北三大祭典咁啊之一。咁啊好多都話啦，咁啊由呢個即係七夕啊咁啊祭典咁啊嗰邊演變嘅。咁啊，中興咁啊，融合埋當地咁啊，中興佢地區啦，咁啊，你係即係甚至啊，揾一啲咩紙竹蠟啊，咁啊做嘅咁啊燈籠啊，咁啊吹下佢啲笛啊，打佢啲太鼓啊，咁啊然後咁啊巡遊啊，咁啊好正好正，咁啊甚至啲團隊咁啊依家以公司啦或者團體佢做單位啦，咁啊會用翻一啲咁啊歷史啊神話佢故事啊咁啊嗰啲人物走嚟做，嗱咁啊呢度就係即係去到佢清心寺。咁你見到啦，啊！你睇下幾多啲後生仔女都一齊去睇祭典嘅，咁啊，佢哋又睇祭典，我又睇祭典，又睇下佢哋，咁啊，睇下啲即係風土人物，咁啊海邊啦，嚇係咪啊？哇！即係呢度睇到，咁啊，佢眼眨眨好舒服噶，嗰面啲海邊，咁啊，其實咁啊，吹下啲海風好舒服。都好多人㗎，即係已經係啊，去到車站嗰頭已經係非常之多人。好啦，咁啊，再入去，咁啊呢個就係咁啊，佢嗰個應該係佢嗰個水魔祭，清心水魔祭嗰個博物館啊。就算你唔係八月頭去，你去到嗰邊都可以參加一下咁啊，佢啲博物館咁啊，佢歷年嗰啲即係祭典嘅 poster 啦、宣傳嘅 poster 啦，咁啊都可以即係感受一下嘅。咁啊，譬如佢會即係整翻啲咁啊，呢啲係咪泥膠啊？係嘛？佢係嗰啲咩？即係咯，嗰啲啲公仔啊嘛，人哋嗰啲變化係點樣整嘅？點樣玩嘅？啊咁啊，甚至咁啊，有啲片會俾你睇。咁日本啲展覽一定會係咁噶咯。啲博物館好好睇嘅，咁啊唔同嘅隊伍係嘛？咁啊同你影曬嗰啲相。咁啊，你見到啦，有陰陽師係嘛？咁啊，即係咁啊 c
驅妖係嘛？啊，你睇下咁啊，好多啦 ，Johnson 咁啊 ，Johnson 好似啊，係咪浪女白咁啊？八條即係《水滸傳》入邊啊，應該係佢嘅名係嘛？咁啊，你見到呂布係嘛？哇！大戰關羽啊，咁啊，好靚噶佢哋。咁啊，呢度係你睇博物館啦嚇，咁啊，然後佢都啊咁啊，會俾你睇下。咁啊，就參加啲博物館，佢好正。你睇下，譬如嗰啲啊，咁啊啲燈籠啊，咁啊嘅半製成品，咁啊究竟係點咧？即佢係會成個咁啊，就算你當時撞唔正，係祭典嘅。咁啊，你去參加啲參觀啲博物館都好正，甚至咧。他工作人員著嗰件衫，都係佢哋嗰啲制服嚟嘅。係啊，佢燈籠嚟好大噶，佢燈籠啊。咁啊，甚至話啦，咁啊，即係水魔祭，咁啊，送別嗰啲咁嘅即係精靈啊，咁啊，即係都係人哋叫做火之祭典啦。啊，大家睇下現場嘅情況。其實你講入邊咧，燈籠入邊咧係啲燭火嚟嘅，所以人都叫火之祭典。清心水，係啊，清心水魔祭，你睇下幾熱鬧。咁啊，都係坐喺路邊睇嘅啦。下面好多人咁樣推啊，見唔見到啊？咁啊轉下係嘛？咁啊佢呢個係佢轉嘅，唔係我部機轉，因為你可以睇曬360度係嘛？睇佢個大燈籠。呢個唔係我手機轉，係佢轉。我好中意。甚至佢8月7日嗰晚咧，係會放埋佢煙花添。係啊，有埋即係海上嘅燈籠嘅巡遊。啊，你見到唔同嘅團體啊，嚇，赤城會啊，佢呢個。咩啊？嚟啊，個嚇。即係真係會由頭咁啊，睇到落尾。贊助啦，明啦，野村證券係嘛？清新信用金庫，你都話一聲，就話呢啲多話，側邊佢行下闊下先，係嘛？太古橫笛。呢啲就真係野奔奔啊，係嘛？
有啲細啲嘅，你見到細啲嘅腳蹬人，全部摘出嚟啊！咁當然啦，除咗清心寺之外啦，咁啊雲前啊，咁啊即係咁啊五所川原寺啊，咁啊嗰個即係立命好多祭啊，都有呢啲咁啊即係燈籠嘅巡遊體嘅，咁啊小朋友都有參加啦。咁派啲紀念品啊，即係我哋香港。放了十分鐘一百米的煙花吸引到人啦，定係呢啲吸引到人啦？嗱，即香港有天后誕嗰啲，你政府又唔係點樣同佢宣傳係嘛？就宣傳埋嗰個深溝嘅煙花，係咯，真係冇得比，真係冇得比。咁啊，清心院啦，咁啊幾個唔同嘅水波仔啦，仲有清心寺啦、雲前寺啦，咁啊即係五所多元寺啦，佢哋啲燈籠都有啲唔同。嗱，清心嗰個就巨，即係嗰啲人形嘅燈籠；雲前咧嗰啲就係線形嘅，咁啊五所多元寺嗰啲就係即係咁啊直立型嘅，即係都有唔同嘅。咁啊呢啲相啦嚇，咁啊大家咁啊都見到啦，幾多人去？即使佢清心嘅唔同市啊，嗰啲燈籠咧，其實嗰、那個即係形狀啊，嗰啲做法都唔同。你見到佢呢啲咁啊，嗰、那個台係四四方方嘅。陣間睇雲池嗰啲全部都線。咁啊，當時最初我唔夠時間去埋，即係五所多元，但係睇埋佢仲好，有機會都要再去。即係香港唔係冇嘢，佢都推廣啦。咁啊，大王爺誕啊，天后誕啊，騰空誕啊，其實你冇火龍啊，佢等等嗰啲打招啊。大坑古火龍，咁後邊嗰條金魚係咪？咁啊，又係。咦？點解呢張有咩特別咧？冇咁啊。派人即係派下啲嘢，咁啊佢哋負責派啲紀念品。好啦，咁啊嚟到呢度就係即係咁啊去到雲前啦。咁啊呢個就係咁啊雲前，咁啊呢個叫做即係中興，咁啊中興凡嘅水魔村。咁啊會講啦雲前嗰個嘅即係咁啊水魔祭又點？你見到佢啲燈籠咧係線形，你見唔到啊？上面係即係好似一把線咁嘅。咁啊同清心寺嗰啲咁啊又有啲唔同，又係即係教你啊嘛，佢哋點樣摘出嚟啊？咁又一度博物館啊，咁啊都幾好睇嘅。咁啊，同你即係佢哋會同你講解一下啦，啊，咁啊，你見到啊嘛，七夕祭點解就話由七夕祭啊，即係話喺中國啊以前啦，咁啊傳過嚟就演變成咁啊佢哋嘅水魔祭，亦都有信別佢精靈嘅信，即係信別精靈嘅意思啦。啊，咁啊你見到啦，好多線形噶啦嚇，因為呢啲係細噶啦嚇，即係細嘅模型比例啦。啊，咁啊呢個係大嘅，咁啊佢哋係會點樣整啦嚇？嗰啲畫嗰啲圖啦嚇，啲《水滸傳》九紋龍史進係嘛？哦，《水滸傳》好，人哋好中意啊！咁啊呢個就係咁啊，你睇咁啊佢清心園咁啊，其實啊咁啊會有咁啊水魔就係你見到特別雲前啊喺下邊，咁啊就係線形嘅，啊咁啊邊啲唔係線形嘅，邊啲就好似係即係人形佢燈籠嘅，咁啊都有。即係嗱，我呢度撳開少少先，即幾隻嘅見唔見到啊？咁啊，佢哋有即係幾款嘅，
啊咁啊都有即係幾款唔同嘅巨燈籠。咁啊當然咁啊啲三味線啦嚇嗰啲即係咁啊彈奏嘅樂器啦啊。啊咁啊你見到話唔同嘅三味線，沖繩嘅又係點係嘛？咁啊即場去表演啊！然後同我哋啲即係咁啊參觀者一齊玩啊！教你揀太鼓，即係大家一齊哎呀呀呵咁樣啦。呢啲咁啊都真係咁啊，佢幾好玩。咁呢個就係咁啊，銀錢市咁啊嘅即係水果祭啊。咁啊又係同即係有少少唔同嘅，幾特別嘅都。咁啊嗰日就我覺得係晏晝嚟嘅。搞個大太鼓，你睇後面其實都仲有幾個添啊！同一個個祭典啦，佢唔同嘅市啦嚇，咁啊都會有啲分別嘅。即係等於你香港你唔同嘅村打嘅招都會有分別。嗱，
呢啲就扇形嘅。但你發覺我兩個水魔仔都會整下一啲咁啊 QT 啲嘢，吉祥物咁啊呢個應該佢有雲潛城啦嚇。陣間我都會參，即係俾大家睇參觀雲潛城啲相。咁啊，中興飯啦嚇，出名嘅就係即係中興微信啦，咁啊戰國嘅年代啦，石田三成嘅友好啦，甚至好似娶埋石田三成嘅女啦，保護石田三成嘅仔啦。咁啊呢啲係即係可以睇翻嗰啲即係日本嘅史啦。日本戰國時代，咁中興佢遺信，譬如即係喺東德啊，明星唔會差伊達政宗好遠啊，最上義光啊，咁呢啲都係即係一代嘅名將。你見到咧，佢哋呢只轉嘅方式咧，同喺即係清心水魔仔轉嘅方式，佢哋成個要喐又唔同喎。呢個就係嗰個拉鏈轉上面嗰度。日同夜嘅感覺唔同啦，咁啊呢個就去呢個雲前城啦啊！嗱，雲前城喺日本應該僅有十二個，仲係保留住原本嘅即係天守，或者幾乎啦。雖然有啲可能都經過少少，咁啊都要即係執留翻少少咁啊。譬如你出名嘅基路城啦、燕京城啦、犬山城啦、松本城啦、松江城啦，咁啊雲前城都係其中一個啊。咁啊，同呢、這個即係咁啊，即係避中松山城嗰啲，咁啊就屬於國寶級嘅。頭先我講另外嗰五個係甚至係世界級嘅文化遺產嚟嘅。咁啊，當然咁啊，會行過以前嗰啲護城河啦嚇。咁啊，佢即係咁啊，依家就變咗係一啲類似花園嘅地方啦嚇。咁啊，都幾舒服㗎，咁樣行。咁啊，幾靚，幾舒服。咁啊，好彩即係雲前嗰啲就唔算好多嗰啲即係其他遊客嘅，去到都主要咁啊就係即係咁啊日本人咁啊就雲前城啦，嚇咁啊嘅天守閣，咁啊呢個即係中興遺信咁啊嗱咁啊中興遺信乜都可以講佢少少嘅，咁啊如果大家中意譬如以前咁啊玩信長之野望啊。打下機啊，一定即都會咁啊，去到我即用過呢個即咁啊東北方面咁啊中興遺信咁啊，譬如佢同石田三成嘅故事啦嚇，石田三成點賞識佢啦咁啊，喺關原大戰輸咗之後咧，但中興遺信都保得住佢啲領地嘅，即使佢係即石田三成嗰邊啲人咁啊，我冇記錯，因為石田三成有個女係咪三女咁啊，都係即嫁咗俾中興嘅遺信咁啊，佢啲管治啊嗰啲都 OK 嘅。留意一下呢、這個就是呢個雲前城天守閣，其實佢哋都移動過幾次。咁啊，點解佢移動呢？咁啊，佢有條片就介紹移動之城堡啊。咁啊，雲前城其實就西元1610年就開始建造。一年零幾個月就建造完畢了，就起完了，你都看到了，其實他們這樣可以捉到那個城堡，我覺得都是挺有趣的。當然試過被雷擊，天守閣都是重建過的，然後講日本那些坑渠蓋，香港現在都有些即是學日本都想整類似的坑渠蓋，但日本的真的很漂亮，香港整被人貪污，哇！真係靚到不得了啊嘛，係咪啊？咁啊，祭典出名嘛，好啊。啊，咁啊，呢個就係清心縣嘅蘋果。咁啊，清心蘋果當然世界知名嘅，話説日本嘅蘋果出產，我都睇資料啫嚇。咁啊，六成啦，咁啊都喺呢個即係嚟自咁啊清心縣，就清心縣都有50隻品種。
日本就大約有即係2000個品種，世界就15000個，咁啊都有50個啊，咁啊嚟自青森。咁點解青森特別好呢？佢話第一咁啊，青森咁啊，你知日本東北部冬天好凍嘅啊，咁啊即係咁近北海道，咁啊落雨唔多啊，農作物難啲。但點解蘋果可以咧？第一咁啊，佢即係日夜温差佢比較大，日夜佢温差大，咁啊再加上日咁啊附近嘅即係岩半山多次噴發，咁啊啲土壤咁啊就幾濃郁嘅。咁啊嗱，呢個我冇記錯就應該係係咪青森市嘅 JR 站，雖然有介紹佢雲前市啲嘢，咁啊就整咗個大蘋果，咁啊定係佢雲前市我都唔記得咗，因為幾年前。咁啊青森蘋果，咁啊唔知大家中意食邊只啦？咁啊黃林、明月啊好多都出名噶，嗰啲蘋果對品種土耳其啊、金星啦、啊、咁啊世界一啊等等啦、啊，冇袋富士、有袋富士。咁啊就算我唔中意食蘋果，食蘋果塔佢都得啊。咁啊有啲佢蘋果塔啊。咁啊，即係買翻嚟做手信都好好食，清心呢啲真係好食。咁啊，呢個就雲前站啊，咁啊都有俾你可以吸下嘢啦。即係日本喺呢方面做得好好啊，俾你抌下印，抌下啲印章。即係你好多人就為咗想儲啲印章，譬如我為咗想儲100名勝。咁啊，當然清心咁啊，其他三個都食嘅啲土啊，啲好食。咁啊，蘋果就好出名。咁啊，清心蘋果即係譬如日本信州咁啊，即係長野縣嗰邊咧，啲蘋果又好正。好啦，咁啊呢個就咁啊中興咁啊即係鐵路線咁啊嘅便當，咁啊都 OK 喎佢啲便當。咁啊點解我有時都試下佢啲便當咧？佢會用翻當地啲食材啊，譬如當地嘅農作物啦，甚至係當地嗰啲雞啦嚇。咁啊同你即係你搭呢啲咁啊鐵路線嘅時候，咁啊食下啲便當啦嚇。啊，我記得有時睇片咧，日本有一個又專係介紹咁啊去搭 JR 啊乜都好啦嚇。咁啊專係即係買啲嘢食喺架列車上面開餐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睇？有個男人啊嘛，咁啊成日介紹，咁啊都幾好睇嘅。鬼月之日，無限列車。啊，咁啊好正。咁啊食，咁啊呢個就係牛啦嚇，頭先嘅雞啦嚇。咁啊。呢個係便當。係啊。太佐治咁啊，太佐治我就冇去，我都會即係下次有機會再東北時候，我都會，因為東北我實會再去。咁啊，係咪要冰翻？又唔會，我喺列車上就咁食噶啦。咁啊，你話係會凍少少啊？咁啊，但係都會就咁食咁啊，都 OK 啊，係咪啊？就呢個。係啊，咁啊，呢個係嗰啲即係當地嗰啲雞啊。咁啊，呢個就係咁啊。咦，唔係喎，呢個係牛、雞、豬佢都有喎，三隻佢都有。啊，咁啊，即係都可以即係介紹下即係日本唔同嘢啦嚇。好啦，咁啊。啲便當好，我都唔係好記得價錢，因為幾年前唔怪日本，總之日本啲嘢啊嘛，係咯，依家佢仲平啲嘛，即係有時咁啊，你知便當其實唔係好飽嘅，可能你真係要飽要食兩三個，買一個咁啊自己佢食下咁啊都幾過癮啦嚇。好啦，咁啊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咁啊有一個網友問，咦點解又冇啤你咩啤你去咗歐洲3個星期，所以呢幾個禮拜全部都係即係嘉賓噶啦嚇，咁啊希望啦，咁啊我都每日嗰啲嘉賓配搭我都會諗過，同埋要夾時間都唔容易啊，真係咁啊！你知道我哋啲6點至8點咧，好多話唔係我唔想嚟啊，唔係怕你個台係未放工啊，咁啊咁冇辦法啦嚇。好咁啊，今日時間咁啊即係差唔多啊，咁啊就下個禮拜就再見啦。係啊，便當真係啊，個個站都唔同特色，即係日本啊，個個縣啊嗰啲。酒啦，嗰啲米啦嚇，嗰啲雞佢當地嗰啲全部都唔同啦，一定要試勻曬。好，咁啊，拜拜。